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，断人生命最小，你把人杀了，这个罪不重；断人慧命的罪也非常重。你看得人身的人多少？啊，得人身能闻佛法了，能长养慧命的人有多少？不成比例啊！啊，随着闻法的机缘啊，无比的殊胜，你怎么忍心把一切众生跟辟支佛闻法这个缘分断掉了？这个罪就是阿鼻地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弘法利身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！事出事法里的第一功德是什么？就是弘法利身。啊，这个地方有阿罗汉，有辟支佛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不遭难啊。那为什么呢？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守护啊。这个地方有正法了。啊，你毁谤陷害，啊，你伤害不了人，啊，这个修行人你伤害不了，啊，你伤害的时候把正法灭掉了，把一切众生的善缘断掉了，结罪在这个地方，啊，这我们不能不知道。